马桶，你说你个250，你跟谁过不去的？你欺负丢丢干啥？逮着丢丢可劲骂，可劲骂呀，骂人家250，还去跟人家打架，把丢丢吓到哪儿了？丢丢平常不怕马桶的，看丢丢在哪儿？丢丢丢，丢丢吓到沙发底下了，看到没？啊，丢丢吓得钻到沙发底下。哎呀，我勒个去！你看马桶，马桶，你嗷嗷啥呀？嗷嗷，你叫啥？啊，一天天鬼哭狼嚎没完没了的，干啥？你看你把你徒弟吓的，你别去沙发底下扒拉他了，好不好？给他点自由，好不好？你把他吓坏了怎么办？马桶，你看看啊，你看这马桶，给马桶撅个大屁股，看到没？撅个大屁股去沙发底下够丢丢的，看看扎个那架子。哎呀，我勒个去！肉头在上面看热闹，小白在旁边急得团团转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马桶，你看马桶这架子，我去！哎呀，马桶扎了个架子，笑死我了。我们来里面看一下，来里面看一下啊！马桶，你干啥呀你啊？我替你看一下你的徒弟啊。丢丢，丢丢出来呀！出来嗨呀，丢丢！丢丢不出来，丢丢在里面藏着呢。因为马桶的个大，马桶钻不进去呀、啊，只有丢丢能钻进去。你看你把人家吓的，你看你把人家吓的马桶啊！你还好意思？你还好意思？你怎么那么欺负狗啊你啊？啊！他是你徒弟，你欺负他干啥？你欺负他干啥？你看你的狗脑袋，你看你的狗脑袋，你看看。哎呀我勒个去！哎呀，真服劲啊！你看那个狗头，看那狗头，出来吧，马桶，出来吧，出来吧，别够丢丢了，别够丢丢了，好不好？你跟小白打吧，你俩十里相当，丢丢害怕你，啊？你今天怎么那么火啊你？精力超旺盛啊！家里这么多狗，挨个被你弄了一遍，啊？你就跟小白好好打吧，小白今天就走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啊？然后去把丢丢哄出来，丢丢，丢丢，哎，我手机，马桶，你大爷，你扒拉我手机干啥？我替你叫你徒弟呢，你扒拉我手机干啥？你看这咋的？丢丢出来了，丢丢出来了，丢丢，来，丢丢上，好嘞。哎呀，你看马桶把我们吓的，你看你干的啥事儿？没事，我有我在，马桶不敢收拾你啊，不敢收拾你，放心吧，我收拾马桶这傻子，你俩好好玩。哎呀，你看这个，我操，你怎么那么欺负他呀？马桶，那大巴掌照丢丢脸上呼的呀，那呼的呀真过瘾呢、啊，那是。呀，丢丢反击！丢丢反击啊，这个你的破师傅打他，一点都不知道心疼你，揍他。傻狗欢乐多，撅个大屁股把人家赶到沙发底下，撅个大屁股去沙发底下刨人家，你丢人不丢人家啊？狗都让你丢尽了。